0800-97-388，传播佛法，救护生命。您现在收看的是生命电视台。接下来请收看佛学问答。可以的，可以的。这个做法我们早就在做了。它做法上是这样，恰好我们现在拿得到的故宫的版本是不怕那个 3M 那种贴纸的。啊，如果你用宣纸的话就很怕了，它粘的就会把那些毛给粘下来。哦，那就像我试用的那个哈，就会这样，就不合适合。那你就买那个可以重复贴的那个纸，那就在旁边写，你在写的上，因为蓝色的啊，你。很难写，你就贴在旁边写一下。像信思路啦，我早期有几个特别难读的字，我也会这样做。对 ，OK 的，这样 OK 很好，这本来就可以这样。是不是那个，如果是那种大本，就是最近有免费释放的那种，那种也可以吗？那种也可以啊，那种的话更方便。那种因为是道林紫色的、米黄色的，你就用铅笔在旁边注，将来读懂了就擦掉。这更好，这更方便。哎，有，这都可以的啊，这都可以。那为什么我会这样做呢？因为有经验的人就知道，那种没有标点、没有注音的，他会逼着你更专心。特别是带诵的人哦，如果速度是不会太慢的话，你根本没机会打妄想。他因为他有一点小快，那不至于舌头打结。也就是你努力跟，你跟得上。这种情况下，然后他又没有剧斗，你懂吗？你得要很小心谨慎，你得要先眼睛看上面那一句，你就瞄下面那一句，那种感觉，所以你要非常小心，对吧？其实就是对的。你知道开车人都知道，打瞌睡就是开慢车才会打瞌睡，开真的够快，你就不敢打瞌睡了。性命交关，你根本就不会打瞌睡，这样了解意思吗？所以就吹落去，就不会爱困了，都是安尼。好啊，当然诵经还是不可以太快，还是不可以。就是说，大概就是快带，再快会打结，啊，慢的话会打妄想，啊，就在那个让你这样抓住你那个感觉，哎，很舒服，这样会整个浸淫进去，懂吗？那但是刚开始的时候会可以卡卡，因为那个你上一个字跟下一个字有时候那个文言文的念法不太一样，会很容易会按照你通俗的想法看上一个字想成下一个字，你有意思吗？阿弥陀佛还是阿耨多罗，你怎么念不对，那么的阿开头，那你就倒不对，有时候会这样，对不对啊？这个慢慢熟悉就好了。还有第三个很特别，这就讲修行了。你不管你哪一卷哪一支香念得特烂，特烂，有时候真的会特烂，你知道吗？还安怎念都是去读错，就是念错字啊！这简单到不行的字都还念错字，都快锤人了，这种感觉会弄成这样，你都不要灰心，你要硬跟。我告诉你，半年过后，你突然间就对他很熟了。啊，如果你天天在用功。大概三个礼拜你就突然间对他很熟，就是他越难让你跟的，那或者跟的更烂的乱七八糟的，你都不要灰心，千万不要灰心。他就会自己讲话，哦，这个法华经太厉害了，他会自己讲话，他会自己在你的肚子里熟起来，你懂，很特别，我没骗你，这样了解吗？所以这就是没机会讲了，这应该是所以说要 QA 一下才有机会哈，是这样，好吧？好，还有什么些问题？这很好的问题啊，很好的问题啊。像那个读诵经的话，应该有诵经三昧吧？
有。那诵经三昧状况下，跟它内部经典的这种契合度是什么样的状况？是的，比如说《法华三昧》，其他就是智者大师，你请坐。智者大师诵四真经，经四明真法，供养如来，他就误入了《法华三昧》的前方便。所以说，他其实就是诵什么经悟什么经的道理，误入那个道理，浸隐在那个道理的全般的实相内容的。大圣经都以实相为体，所以说任何一部经。大圣经典，他证入的那一刹那，他是依着他内部经的说的那个道理，但最终误入的是实相。可是实相有种种面相，哦，狮子奋训三昧、法华三昧、华严三昧，什么什么宝庄严三昧、现一切色身三昧，太多了，是不是这样子啊？那就是什么代表他所缘的境不一样，那误入的角度不一样。这样，但是误入到最后都是内容是一致的。你比如这样啊，我们爬玉山可以从南边爬、北边爬、东边爬，也可以空降，对吧？是不是这样的？空降算不算爬？爬下来这样的，是这样。人家是爬山，他是爬下。啊，好了，就是比如说这样种种方法，对不对？好，但最终同一个目标啊，因为路径不同。所以有不同三昧，不同的大乘经的三昧。那《法华经》有《法华经》说的方法，对吧？那么你误入整个《法华》所说的唯一一佛乘开会这样道理，整个的误入，它也是实相，因为实相本来就很多元。怎么讲呢？就这样子。你看那个杯子应该算什么样啊？杯子也可以这样嘛，看起来像直的嘛。啊，我从下面看变圆的嘛。你从旁边看像有个什么东西嘛，本来就是一物有多相嘛，是不是这样子啊？好、哦、啊，所以本来就种种相，实相无相无不相，对不对？那他只要误入一个方法，误对了，他误进去，内容是一样，手段不同。这就是我们的所谓啊，诵经三昧，他是一定可以。一定可以，我们要得的就是这个，坦白讲，对啊，我们整个要得的就是这个。你看看智者大师，他就在那句的时候误入嘛，是不是啊？你呢，你可能在第几句或者可能在哪里就误入啊，是不是这样子啊？所以理论上说，把字句念清楚，把该懂的基本表面的意思弄清楚，你说你的断句基本上念的你能够懂那个意思，不是非要这样断不可，但是你有你的断法 OK， 但是就是不要用文字把它标死，标死你就永远死了。有时候你就跨着看的时候，你会悟出不一样的道理，不知道为什么，这样懂吗？就像我说的，你解题解不来，你睡个觉去玩一玩你就能解题，意思是一样，你也不知道为什么。这叫实相不思议，本来就是不思议啊，误入也是不思议。过去的禅宗开悟也是这样啊，他也没办法预计我这一座香会不会开悟啊，对不对？但时间到了就开悟了。你方法对，一直等待，如母鸡孵蛋，如猫抓老鼠，就这样啊。我们不必，我们就一直诵经，就是在孵蛋，不用自己作意，他就带着你往前跑。我们一直诵经，就是老鼠在抓，就是猫在抓老鼠了。我们每个字都抓住，就是猫在抓老鼠，很管用，我没骗你。那拿这个方法再来念佛，你不也一样吗？你就把阿弥陀佛当一部经嘛，是不是有所缘境？是不是这样子啊？只是说那个境看起来容易，不需要用眼根。读经为什么容易入？读经是，你知道读经不当作会呢？当作定慧，他先诵经本身是修定呢，是修定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经是要让你眼睛看，舌头出，耳朵听，心中随缘理解道理。但大部分有时候道理我们来不及，对不对？所以大部分是眼见耳出，眼见舌出耳听。心是跟着而已，你想想看，这不是都摄六根的状态吗？身体是不是坐着不动？
是不是这样？眼睛是不是盯着看？舌头是不是跟着念？啊，鼻是不是嗅供佛之香？对不对？或者书香、经文香？你还会闻那个牛肉面吗？煎牛排吗？就算你闻到了，你也不会跳过去，跳过去你无法诵经啊。哦啊，这个牛排半分熟哦，那你还能念吗？你就不能念了嘛，对不对？就算你闻了，你也不会反应。你有没有注意到？是不是这样子啊？所以它真是度摄六根。我在纽约就是讲这个事情。哦，我这样讲完哦，哦，那些华侨啊，送起来，哦，好勇猛啊，真的是这样子啊。我师父也来了，殷师父知道吗？显公和尚，我在讲，他在后面听呢，他在后面啊。我这个人，我会把他当作空气这样子啊。啊，讲完了，林小姐就是他的侍者啊，现在回来台湾了，他还跟我讲啊，师父说你讲得很好，这样啊，我就很满意，是这样的，是这样。那时候已经接法了啦。我记得已经接法了。接法了，已经接法了。我已经接法了，已经接法了。我在华盛顿 DC 接法的啊、是这样。所以呢，这都是一个永生难忘的一个经历。然后我就是讲诵经方法啊，然后我也又讲了那个什么呢？始终心药，始终心药是天台宗的心经，讲三谛、三德、三密藏。可以说他也是他是湛然大师的核心概念的啊，而这些都会出书的哦，真会出书的。你们要是有能力来做帮我忙的话，帮我再整理这一部，就有文字稿啊，那你就帮我整理啊。那个是立德寺的一个读研究所的比丘尼啊，他在慢慢整理啊，但是他工作多啊，整理的慢，不也是慢慢来了，但慢慢来也不行，我都60岁了嘞。讲的内容那么多，你慢慢来。那才一夜整理2年，那我那你日子怎么过？你来你这边的鬼啊、哦！好，这样很不错哈、哦。你的问题，今天大家 Q&A 很强悍，哈、哦，问的都是很真实的修行内容，你看看多好。哎，这样，哎，来，哎，鸡。没有断句就等于说没有一个理解的一个阶段，这样子对对不对？你看就是要 QA。 我们都误认，我们在写文章的时候，我们说这该句点，这里该逗点，这里该问号，是因为我们有固定的想法啊，我们要特别表达这个表意思，在这里应该句点，在那里应该逗点。逗点的意思就是还没有完成一个论述，一个意思，好、哦，还没有到一段，所以它是逗点。好、哦，那问号就表达一个询问，这是我们唯一的思维。单边在思想落为文字的时候，我们需要这样做。但是你知道吗？智者大师哦，他说他入法华三昧玄陀罗尼，你是念在那句是真精进，是名真法，供养如来。请问这句有什么多深奥的道理？来，你解释看看。来解释看看，是真精进，是名真法，其实他有。但是就字面的意义上来看起来没有，对吧？是真精进，是名真法供养，就是他讲到那个药王菩萨烧身体啊，来供养啊，然后赞叹结晶的人说，这是是真精进，是名真法供养如来，是这样。
那就字面的意义上来讲，它也没什么深奥道理，但是它居然在就在这一句入定，然后呢悟法华三昧的前方便，就是旋陀罗尼。你要知道，我们之所以那么信仰断句，是因为我们在写文章的时候，是我们有单一的思想，对吧？啊，我要让你知道，哈、哦，我的意思是这样这样啊，那样那样那样啊，我的意思在这里是一句哦，你不要弄错哦，在那里是一句哦，好、哦，这样子，这时候我们就需要断句。我们感觉什么？我们感觉他清楚地表达了我的唯一意思，对吧？对不对？来了，你觉得《法华经》？世尊这部《法华经》，你知道我们诵《法华经》，我们不知道吗？有那个百千万计，有那个可以讲一阿僧祇劫的《法华经》，也可以讲这么短的七卷的《法华经》。请问，那什么意思？也就是经可长可短，也就是经它可以一个简单的道理扩张好长，但短短的一句而已。也可以什么？我可以把这一句重复、重复的说了、说了、说了、说了很多很多，这也可以这样。那再来，更重要的是，佛有无量意，应无量众生，无量众生应佛的《法华经》上面的无量意，那这就有无量的解释法。请问，如果我做断句了，是不是把它锁死了？你不要忘记哦，有时候就在跨句当中让你悟入什么道理的。因为佛的意义可以有很多种，你把它一定要用断句的方法，不是不可以，那叫做一种啊，它就遮止了另外很可能的其他种，搞不好就是你相应的 Who knows。 所以你顶多就是断句，断那个字词而已，你总是要断那个词啊。舍利佛目犍连，你舍利，你总不会念成舍利佛目犍连，你总不会念成这样嘛，是不是这样的？这个你自己，那当然这是合理的断，你自然会要会断，对不对？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这你知道，这是一长串，这在讲一件事，是讲无上正等正觉。那你当你要断，一定要断成阿耨，然后再多罗三藐三菩提，当然也可以，但是你不断也无所谓啊，这就是有断没断都 OK。另外一种是你势必要断，他这就算不点你也会断。另外一种就是断与不断各有意思的，啊也不混乱，看你的因缘，所以懂吗？古人不是随便的。你会遇到的问题，古人也会遇到，但他就是不动，他就是不放标点。再来，还有个第四个，所以这个哈、哦、是很有价值的了。这个所以还是要 Q&A， 你看看，我一讲到 Q&A， 我精神马上来，眼睛很大力，金大粒啊，那都丢。你知道还有一个很重要的，古人哈、哦、没有所谓的句点跟逗点，但是他有圆点跟黑点。黑点就是现在的逗点，哎，黑点呢、啊，啊，黑心的、恶心呢，都是逗点，啊，空心呢，就是句点，没有错，也是有这种经书是这样做的，乃至于，嗯，你在某一些手写的经书也看得到这样，好、哦，日本的大正藏就不尽然，日本大正藏它是因为它是用日本平假名、片假名去拼，有时候它是为了。让日本人知道说这个中文要怎么读，他旁边会标一些我们看不太懂的那些符号，是这样。他不竟然是在做那个标点，但是你要知道，这个东西呢，当你整个在看那个经书的时候，它其实你真正稍稍的入定去看，你会发现他在干扰你。你要的就是那个字跟你的关系，你自然会在你内心里解读出它的样子来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法华经不离开心念了，它是纯圆独妙啊，从佛的自性中流出的呀。那请问哦，佛的自性流出，
佛的自信跟你我的自信同不同一个？同一个啊，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啊，是不是这样？同一个，只是你未开发，它已完圆满，它不是已开发而已，它是已圆满啊，不是已未，是不是这样子啊？哦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我们术法身未开发，可是呢，那个本质会感动的本质，我们弱，他老人家不叫强，叫做圆满。但我们弱不是没有，所以送到那一句真法供养如来，他会误入，就是因为我们让我们跟文字之间心念的文字直接冲撞我们的本性，因为那是来自于佛的本性。到底要怎么断句，你自己会知道的，因为那是你本性的东西呀、啊，你不需要再需要一个外力来本来愈加那个断句。你放在心里，它时间到就会断。就好像我刚刚讲说，你就是送不好，隔了三个礼拜，你突然就送得很好了。你看，我们如果读物理、读数学的人都知道，有时候解一个数学题解不出来，你就去睡觉，去打篮球，三天后啪一下就完全解出来了。我们做理学院的人都清楚这个事情。为什么？它的内在里会自动的翻转解题，意思一样。到底要怎么断句，你内心里自有一份与诸佛无二无别的实相心，他会去操作的。那你预先把它断了，他接不回来了，你已经预先告诉他你怎么这样做而已啊。有没有道理？听懂吗？这个哈、哦、藏传人也不一定懂，南传人更不懂。他们藏传人他们长期使用的是论，他们认为应该把佛经解释为组织为更清晰的论跟逻辑结构，对他们的学习会更帮帮。那声闻人是怎么看呢？他认为你讲那个什么实相心，说什么会自己主懂，那个太玄妙了，他只懂得他的经验主义，这样你懂吗？这两个派别呢，对于诵经没办法像我们汉传这样子这么的有信心，这么的强而有力的运用的。汉人在解经他是最精细的解经，但是他诵经是却是最粗糙的诵经。干嘛？海洋熊应用卖个铁链啊，听好不好？听好。海跳一下去，执着在海盐上，海盐呢、啊？海盐熊应用嘛，它养分最完整，啊，你就直接吃，你管它是怎样，反正身体取它所要，对不对？啊，你如果精炼盐，你只能吃那个氯化钠这样而已啊，没有其他东西了，对不对？汉传佛教的诵经是一个很重要的修行特色，它戒定慧具足。我这个在美国的那个什么那个庄严寺呢讲过，很精彩、啊。那七天我特别讲诵经方法，诵经方法现在正在集结要成书，我就讲到这个事情，诵经方法。所以你问到重点。这个是很精彩的事情。护持台湾燃灯功德会，邮政划拨，户名社团法人台湾燃灯功德会，划拨账号50323858，50323858，银行账号，银行代号土地银行。005账号012-001-202-608 012-001-202-608。有关弘扬佛教教义及活动相关之供养僧众、供斋、点灯、慈悲施食、药供、烟供。小神通月功德日，善恶行成十亿倍。慈悲置业高雄中山书坊举办30系列超度法会。护生暨蒙山施食，恭请慧泰法师主法及法务指导僧众共同领众。日期11月19日星期六，时间上午9点开始，地点高雄中山书坊。
高雄市新兴区中山二路472号7楼，洽询电话0722123230722123。0722123230723，敬邀菩萨参与熏习，同沾法益，共护福恩，配合防疫措施，参加共修，敬请佩戴口罩。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南投分会举办恭诵佛说42章经，佛前大供，点灯、供水、护生及甘露施食，日期11月27日星期日，时间上午8点开始前行，下午2点恭诵药师经，恭请湛山法师主法领众。地点南投分会，南投县草屯镇中正路254-86-5号，洽询电话0492561311，0492561311，南投分会。法会备有免费消灾超荐，请事先报名参加。敬邀菩萨参与熏习，同沾法益，共沐佛恩，配合防疫措施，参加共修敬请佩戴口罩。从前有一位国王，为了体察民情，经常出宫巡视。他来到城中，放眼望去，皆是富丽堂皇的房舍和热闹繁荣的市集。国王心想，我的国家真富有，百姓生活美满，物质充裕。于是他想进一步了解国内有多少富人，这些富人又有多少财产。一天，国王探访一位号称全国最富有的长者，好奇地问，请问长者有多少财产？内外的财产共有1000亿。我拥有整个国家，财产也只有4000亿。为什么您能独自拥有4000亿呢？而且内外又是什么意思？国王陛下，我外在的财产有1000亿，能拥有这些财产，首先要感恩您，因为在您的国土上，我能随心所欲地自由吗？再来，我要感恩所有帮我赚大钱的人，无论是原料供应商，还是产品制造人，或是销售的人，以及我自己的奴仆眷属，为我尽心尽力地努力付出。因此，这些友情的财产是来自于这些地方，合计大约有1000亿。那另外的3000亿呢？另外的3000亿是指我内心所拥有的财富，因为我心中有佛，佛陀的庄严以及慈悲智慧丰富了我的心，我口中有法，经常说好话，还有我天天身行好事，所以我把这些内在修行价值估价为3000亿，加上外在的财富1000亿，我的人生内外财产共有4000亿。国王听了连声赞叹，心中有佛，口中有法，身行好事，原来这3000亿就是我们用不完的丰富资产啊。学佛多一点，现今的父母稍不注重管教孩子，他们就会沉溺在物质的享受中，不懂得金钱该如何运用，常常不但不知足，甚至贪得无厌，因此长大后制造了不少的社会问题。爸爸妈妈应以故事中什么才是人们真正需求的财富来教导孩子，不要让孩子只注重欲望的贪求，忽略了累积心灵营养的重要。佛教所说的福田是指敬田、恩田、悲田三田合一，凡是对佛法僧时时心生尊敬就是敬田，心中永存对生生世世父母的感恩心叫做恩田，为受苦的生命救助与付出心力则是重悲田。如果我们对这3件事都能慈悲地做到，福报怎么会不来呢？